狼杀人的时候很快，我觉得应该没有打什么特别的操作。然后我跟你讲，现在不一定就是什么饮水就一定是真的饮水，因为他们都会狼自刀，所以他们没有打操作。我觉得不排除有没有可能狼自刀，他一定是狼，他就是狼的悍将。你看他的脸，我是真预言家哦，三号是我的金水哦。原本想验六的，但是我想说算了，他很久没来，给他一点镜头了，而且我怕他是金水无法带队，所以我就不验了。全场唯一真好人，是你哇！我没有要跳啊，我不是狼，我是好人，我是上锦祥说来看看那个锦上的状况，来发个言。近乡情更怯啊，回到家乡哎，反而好久不见那种感觉，特别开心。这局铁好铁好，真的。然后哎，我觉得 Kevin 老师有卦象。气质人家 Kevin 老师，我的头啊！彩妆的彩妆，秋冬彩妆，很有气质的感觉。好喜欢哦！五号，因为他刚我们坐很近，我看他觉得眼神有点飘的感觉。对，为什么你们都可以弹琴，上没有狼？我真的觉得你很像狼哎。他的确看我这样跳，有可能直接退啊。我觉得他很像原始起跳位，然后你们。虽然你真的讲得很好，但毕竟你也是进去过小巨蛋的人，我没办法因为这样子就把你盘成说你是好。